Ladies and gentlemen, member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security on this flight, together with my crew, we will do our best to transport you to your final destination.小猫猫，你在干嘛呀？哟，原来在看它呀！喵，猫猫，喵。我今天就是这条街最猛的一，有光吗？有。睡觉啦，小裤兜兜的睡衣真好穿。现在头发变成棕色了，嘿嘿。哟，出电光，这头发快乐。下了吗？各位亲爱的游客，几分钟后，上海迪士尼乐园将向大家隆重呈现。哪有来的婴儿车？你开这满大街哪有婴儿车？哪有哪有？哎呀，你多大了？你去倒一个给我，你坐得下吗？你去倒一个推我。你坐得下吗？你坐得下吗？你坐得下吗？我觉得两个小时睡眠不够。想坐婴儿车？对呀。你这样嘴脸拍住，我真的很友好。你这样。在外面吗？
香。这镜子上怎么好多？好困呀！换上了大头箍。哇，你的手机怎么拍得那么清楚啊？看我的大头箍。哎，我们像那个柯基吵架打快板。意识到一个有点严重的问题，我好像，哦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好像都是一个表情？可能就这两张不太一样吧。雨夜工，那个路线还可以，所以那时候应该会好。看看，这都是些什么呀？土豆见了都要再嘎蛋一次。还有这个是什么？这些粉丝太难带了吧？感觉这个娃娃跟我今天的衣服，好吧，虽然都是今天获得的小惊喜，好搭呀。然后我的这个包包也是黄色的，我今天好黄呀，黄色的是积极向上。安娜，猪猪，这是什么汉堡吗？宝宝，还有我这个宝宝。哇哦，你们怎么不拿熨斗熨一熨？我是一，30秒让你拍照片，看看，还有后面这个显眼包，易拉宝，对啊。别开脸啊！笑，马上就要卸妆，然后明天就要回广州喽。嗯哼，现在像一个孔雀一样。言归正传，祝我们高考的宝宝们今年金榜题名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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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相信自己。考完之后就能来广州找我玩啦。哎，怎么放不大？好吧，放到最大了。加油！
天这么好看，再臭美一下吧，臭美完了就要去卸妆啦。看我身上的猫猫，好可爱。看看哪一只比较像土豆。嗯，好像没有像土豆的。这只吧。嗯，像土豆了。在上海待的最后一天点的小龙虾，嘿嘿，这家真的是太好吃了，我真的是太会找店了，夸夸我自己。这是蒜蓉，这是十三香，嘿嘿，我要开吃啦。这是什么？一路平安不挨饿。哎，露脸了，我不会给你打码的。闻的闻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好了吗？稍等一下，还有彩蛋。好了，就这样玩游戏，这样玩游戏，这么想，下午再来，快点吃了哈，你快点。